爱了。原本几颗？原本六颗。够破地。那你都压最大吗？我第一个就压，第一个压三个，合理合理。第二个压两个，第二个压一个，然后一个。啊，一个太难了啦。但没办法。也懂，因为门票还是要的。对，没办法。所以、所以你是淘汰哦，我以为你过关。因为我听到阿本淘汰，对、阿本淘汰，没糖果就没大没办法闯。阿本淘汰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不要龙六连龙威回家了。不是应该是人福哥淘汰，你才不要龙六连，没关系，因为他也没什么钱。蛮多颗的、啊，六颗啊。但一次又给三颗，其他就是两颗两颗，而且我最有把握几枚弄，我一颗都没弄到。有几枚用耶？有。这边这边是总部，这边总部你是过关了，那三颗难关在哪？你有哎、欸，你有，哎、欸，你有一颗，然后我没了。啊，你怎么拿一颗？拿来拍，糖果也没了，啊、就没了，就是淘汰。我赢了，我赢是赢，因为糖果基本导弹颗数是一颗了。赢是赢那个抽那个帽子的。哦，你很厉害，你给几颗？我给五颗，所以我就抽两根就好了。我也是。然后我玩气球，我也想说。三公尺、四公尺绝对不可能过，我也是给他五颗。然后我放气球之后，他往后飞。对啊，要往后飞。不是，是我是正面的放，因为五颗是可以正面放，结果他往我后面飞，傻眼。早知道你不要给那么多糖果，因为他就是要往后飞。不是，我早知道我根本不要玩那关，然后我就没了。阿本呢？慢慢走。不是也淘汰了吗？他在看比赛吧？他在看戏。没有，所以你们都是三颗的、欸，我当三颗吓到。过关的只有花花，我三颗都没有。哦，他是没糖回来，连糖果也没有，都给了，该给的都给了，全都给你们。听到了阿本淘汰，我觉得嗯可以了。那要不真的不容易耶、欸？要不是那个气球。的话，我应该是有机会。这气球你有把握？没有气球，第一次我已经放弃了。然后第二，我就先跑去玩抽那个帽子的。然后过关了之后呢，其他关都有人在玩。我就想说，好了，那不然玩玩看，这个就没了。阿本是那关，你说抽三气球？气球蛮简单的。对，还是那些手机。我给三颗。三颗糖，但是是碰运气。对啊，这个真的是碰运气啊。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往前。我一开始拒绝，我就是说我每一次玩这个游戏，他都是往我后面走，所以我就不。那你还是下次站起来，那下次我就不要给那么多糖果，没关系啦，一次他超快的，他超快，超快。所以就直接玩三关，三关都过。三关全过，而且有一个是我给三个，三个还是。科学制淘汰，科学制淘汰。没画面，超快。没糖果，淘汰。没糖果，你怎么知道没糖果？淘汰一定是没糖果啦！王仁甫也淘汰，超多人淘汰，这个很难呢、欸。他有别的关可以闯。王仁甫哥可以盯到那么久，算厉害，他才四颗、欸。因为他中间聊很久，他剩一颗，他在观察、欸，他每一关在看。圆游会的概念。哎、欸，我刚牌子四选一，我选到了耶！你怎么可以这么久啊？因为你才四颗糖是吗？我一直犹豫，一直犹豫。可是我那边有两个过，一个是吉饼干的，吉饼干也是不是不错、啊？然后一个是牌子的，我剩最后一颗，我说是拼运气，四个选一个，我选中了，所以我其实有两个，就差一个游戏。那我最后要去玩那个甩头的。我第一次甩到，他们说不算，因为我用手拨。哦，我也，他们最后。对啊，我也是没了，没糖果了，没糖果就是淘汰的意思。我就是饼干，然后甩头，这两个，然后我就剩两颗糖，我就决定去赌牌运。哦，我还是不要。你怎么会赌牌运？不是因为你又不了解，你又不是我们，你怎么会去赌牌运呢？因为我想要去踢鞋，他们就建议说，因为我的鞋真的太大，太大，对，我也是，所以一颗的就不能玩。男生真的不是鞋。对。然后其他的我不觉得甩头那个，我不觉得一颗可以过。甩头那个过啊，对啊，我就是两个其中一个就啊，甩头那个我要，那你有去饼干那里吗？过啊，那你就过这两个，过这两个。哎，那个牌子的那个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就是我们的强项，不是你的强项，是我的强项。我也剩一颗，哎，就去牌子那个，我那个选一，我选到哎，我那个八根的那个，我第二根就中，哎，以乔第一根就中，他还附三颗糖果，然后第一根就中，你们三个是过的。欸，没有，我也是淘汰的，我只有一个，中间只有他过而已，只有花花过，目前为止，
我觉得下一个比较有机会是春春了，因为他糖果真的，他都可以用最简单的去玩淘汰。谁淘汰？有一个徐艺凡淘汰了，没糖了。没糖，这个很难呐、啊，很难呐、啊，我就输了、欸。哎，一条淘汰，一条淘汰。啊，现在剩春春了，剩春春。还有小薰，还有小薰，还有小薰，小薰，小薰还在跑。啊，我们有两个说，青青可以一直去二选一啊，没有，他可以用最多最多。那一关闯完之后不能再闯了。对啊，我说他去二选一，他应该会过啊，因为他只有二选一的机会。要不就是他已经过那一关。不是，因为其他都不能玩，我们都没办法，真的太难了。那个气球的超难吧？没有人过气球吧？没有过，没有。我五颗，然后结果就没了。逆风飞。对。我才两公尺而已，我一放呢，他往我后面飞，傻眼，要往后面飞，我是飞到原地，把它飞回来的。吹很大，但气球太不可控了。对，气球真的不可控，那是看运气。哎，好呕。好了，蔡黄如拿奖金了。真好事。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上车了。有上车了。哦呀！上过了，上过了，这里就是这里了。哎，那个徐艺凡，我们往这边。对，失败的人，是青花两个人同时失败。哇！我玩很久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糖有花光吗？我只有没有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我只有水了。这边时间还剩一分钟，时间还剩一分钟。淘汰的往这，淘汰的往这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就看小薰限时内可不可以回来了。超难吗？很难呐、啊，过不了。对啊，超难。你有拿了两个？哎、欸，你有两个哦。那你刚那关很可惜耶。因为我刚刚就想说，我没球没过啊，我气球没过。那他为什么没过、欸？我气球就这样落在我脚边，直接掉地上。但你很水不够大，我吹很大，不知道干嘛。那可能不能吹太大。奇怪，完全没有排运跟全运。时间还剩三十秒，跟八字一定有很大的关系。八字，其实我你可能下次要去看一下风水，靠劳力赚钱。你要看风水。没有天啊！小心淘汰，小心淘汰。哇，没了，没了。好，还是提醒。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。好了，恭喜君君花花获得奖金。有机会？有没有？你刚刚没有说有机会？有，一定有哎。这种一定我已经不会忘记，有他是不是没讲？有，哎、欸，大家听到有听到有机会的请举手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人听到啊。有啦，没有，你开场真的没讲，开场没有讲，几块钱我们都知道，千千跟花花啦，有啦，回去看播出。那应该要跑马。哎，钱糖果不够。对啊，不够。你有遇到那个摊贩的老板比较黑心一点，他第一关就把我骗走三颗。我第一关运气也超差。没有，你要衡量自己的状态。对呀、啊，你那个糖果一定要衡量自己的状态，有没有机会拿得回来，不然就一真的、欸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嘛。我有四颗，所以我到关卡我一定先把三颗用掉，因为我想要简单一点，就输赢了的话可以拿回来。对，我是这样想。对啊，结果第一关就输了，我就只剩下一颗了，我就没得玩了。所以你一颗，然后再去玩饼干，再拿第二个。对。但还是只有一颗。没有，然后带着一颗，还是只有一颗。然后我又去那边四选一，又选中一个。哦，有中耶！对啊，选运了。那、啊、你呢？选运我不行。三选一，我要饼干，然后再去饼干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水壶，水壶，啊，那个甩瓶子，甩瓶子有过，好了，我用一颗而已哦。你只要玩那个，我是神奇球。气球我们就好看一下了。我用了五颗哎，两公尺都过不了。而且我气球太不可控了。群群，你是不是超过十颗开始玩的时候？你有超过？有，他有十四颗啦，他已经十多了，十多个。你现在袋子里面应该还有很多。现在还有，但是我一开始没有算。应该是十四颗吧。好了，还有一颗度。恭喜，圈圈花花进入奖金挑战赛。耶！